两个两情相悦的人刚刚走到一起，乔丽因为王桂林的存在才拾起对赛斯公司的一点点信心。然而王桂林的一个决策又瞬间让他和乔丽的关系变得被动。王桂林在报纸上看到一则工厂改制成功的讯息，情况和精通改制类似，这让王桂林下定决心将改制进行到底，所以他放弃了单方面和赛斯签订一项合同的决定。乔丽信心满满的和陆帆和程峰来和王桂林签订合同，然而结果却大失所望。来到包间内的还有赛斯竞争对手公司的高层，这让赛斯和 SC 的双方高层都摸不着头脑，气氛顿时特别尴尬，乔丽更是非常失望。饭桌上王桂林说出了自己的想法，在精通如此大变革之下，都还有像于志德这样贪污受贿谋取私利的人，所以王桂林决定不将所有钱都压在一处，要两条腿走路。精通改制，国家拨款7亿，这些钱本来是要向各位购买软件更新的，但是在我王桂林眼里，这些钱还有用途。精通想要发展，一定还需要一个和新技术相匹配的产业链，否则的话，即便是软件技术达到标准了，它依然会是一潭死水，不能进入真正的市场。所以我还要更新硬件，你们谁能帮我解决这7亿资金问题，精通的技术改造就由谁来做。王桂林野心很大，想一步到位，用仅限的7亿资金完成软件和硬件上的全部更新。而要完成软件硬件的全部更新，至少还需要额外的7亿。所以王桂林给赛斯和 SC 下达死命令，谁想拿到软件更新的7亿订单，那就必须帮精通解决另外7亿的麻烦。你有能力去融资去干嘛都可以，反正想赚钱就必须帮我干事解决麻烦。此话一出，全场愕然，因为现在不仅仅是软件技术到位不到位的事情了，还要牵扯到资本运作，这项挑战十分艰巨。乔丽气愤不已，感觉自己被骗了，本来到手的7亿订单现在又成为了不确定。饭桌会议结束后，乔丽很想听王桂林的解释，但是王桂林急匆匆的要赶回江州开会，没有做任何解释就丢下了乔丽。你知道吗，你今天看起来不像是真的王桂林，但比较像是王厂长。此时的乔丽是那么的无助，她无条件的选择相信王桂林并成为他的队友。然而当王桂林成为了决策者的时候，却一反常态，做出了让乔丽措手不及的决定。即使昨天两人还在亲密无间，乔丽再一次感受到了欺骗的滋味，世事浮沉，她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坚持下去。这不是空手套白狼吗？跟他比起来，于志德要的反而是小钱了，没想到王桂林一开口就是要7亿。王桂林这是要把我们和他拴在一起，共同去赌精通的未来发展。烂摊子丢了下来，何成峰不想轻易做出决定，于是向总部先汇报再做下一步的计划。而 SC 的图景却非常庆幸这次的重新洗牌，至少他之前犯下的错误没有影响到精通的单子，对于 SC 来说又是一次可以尝试的机会。王桂林回到江州会见市里领导，听到了王桂林的决策后也觉得不可思议，市里的意见是想让精通这个停了很多年的车继续行驶，而不是装上新的引擎出发，一个老年人的躯壳装上年轻人的引擎，市领导怕精通扛不住，到最后反而搬石头砸了自己的脚，可王桂林却信心满满。精通啊，如果不做大的改造，即便是重新启动了，他也只能缓慢再往前开一段时间，他还会再次停下来。我这么做就是要让精通重新回到正规的赛道，去和市场进行竞争。我坚信我的决定没有错误，精通是由人组成的，我相信人的潜力，只要给他们一个新的引擎，他们会迅速的适应。听完王桂林的解释，领导让他放手去做，但是要谨慎行事，因为很多领导都在盯着精通的改制，如果一旦领导们看到有什么不妥的地方，会立即叫停。王桂林能成功骂下旗舰。